6月10号中午，姚晨晒出一张在道河前车站与龙猫的合影，并配文“道河前车站和龙猫君重逢”。照片中的姚晨虽然身穿黑色宽松长裙，但肚子隆起明显，韵味十足。让人惊喜的是，儿子小土豆也出现在了照片中，剪着西瓜头，双手背在背后，显得十分可爱。微博引发之后，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，母子俩都可爱，旁边的土豆好可爱，土豆真的超可爱，好喜欢它。还有网友猜测二胎会不会是个妹妹，土豆有妹妹了，生个小妹妹吧，坐上龙猫车。I love you baby.